两大条美国牛小排下锅煎到滋滋作响，自己在家想吃牛排一锅搞定，还可以当成炸锅使用，炸鸡排、鱼排、蔬菜都没问题。1.2升容量适合小资租屋族，轻巧好收纳。或是宵夜时间到，想要来碗泡面，也可以轻松解决，插电加热10分钟就可以把热水煮沸。喜欢露营、出国旅游的就过来，一个插头，电压轻松切换，一机适用全球，内锅不粘锅涂层，可煎可炒，好清洗。其实像是单身族群，他们在一些就是消费上其实是更敢消费的。轻巧的一个小锅，他们就可以炸、可以煎、可以煮、可以炖。那一锅就是有一个多功能的类型。抢攻独食商机，还有业者推出单人泡面锅，麻辣鸭血锅底，麻辣香扑鼻，加点泡面增添饱足感，还有超萌哆啦 A 梦陪着你吃。现在的话，可能现在比较热一点，可能是煮泡面，那再冷一点的话可能就会煮一些小火锅之类的。对，尤其现在有很多那种汤包，就是直接汤加再买一些简单的料就可以，所以可能有时候想吃可以自己买来煮，就不用去外面买，自己吃饭也能吃得享受。还有这个飞碟锅，18公分大口径，食材好下锅，煎煮炒炸一锅多用，旅行族在意的加热速度也不马虎，12分钟就能煮沸，双电压切换，全球通用，还能化身行动快煮壶，锁定都会生活下单身族常独食，美食安全好收纳都要兼顾。据月新闻熊山运杰台北上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